2024年十一月二十号，今仔日是礼拜三吼。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淡薄季风啊，啊，加着这个水汽增加影响，啊，在各地拢可能出现着短暂阵雨吼。啊，另外呢，北部的这个山区啊，有可能啊，佫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故日加到十月二十号，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19度到20度吼，这是咱天气状况，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个见面约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个看新闻啊。哎，来，咱第一篇的新闻要来个看一个啊吼啊，行动算的美国总统川普，这个人伊又个有新的啊，这个策略要来实施啊。但是这个虽然讲新的策略要来实施，但是看起来应该是旧的策略啊。因为咱早伫四年外前，迄当时顶一届当选的川普啦，伊伫啊顶一回当选的过程当中，伫咧竞选的过程当中，伊就讲了一句话啊。伊讲如果伊若当选美国总统的话啦，伊会伫这个美国甲墨西哥的边境吼，起一道不等足悬的墙啊！阿未来吼啊，防止着移民对墨西哥逃走对美国入来。啊，然后这道墙啊，起完刷了，这条钱吼，要向墨西哥的政府来收啊。川普这个人敢那真像对移民吼足痛恨，因为这回新的策略呢，伊又个讲讲伊呐上任了后啦。伊要动用吼啊军事资源呐，要来将这个美国吼差不多有1000多万名啊，1100多万名非法的移民赶离开吼啊，这个美国啊，听你讲讲吼啊，这种的情形，敢那每一年要赶走家的非法的移民，凊彩一年来开吼，拢爱几啊十亿的美金呢。这篇咱来个听，看嘛，看是针对对吼啊，一寡非法的移民要赶离开美国。美国新当选的总统川普18号又来正式的讲讲，伊伫上任了后，伊要颁布国家紧急状态啦，要来启动美国历史上上介大规模非法移民的这个驱逐行动，就是将因这群人赶离开美国。啊，这个啊，这的话呢，这是在他竞选的过程当中所开出来的支票，当然他就要照聘照聘，说要来解救每一座吼被非法的移民入侵的城市甲城镇啊，用上改进的方法吼，将这群犯罪的分子赶离开美国。他计划要来动用了吼军方的资源执行策略。啊，并且已经嘛来召集核心的团队规划，要安那赶这群人离开美国的细节。川普伫社群媒体回应保守派非营利组织的司法观察主席费顿呢，投出文章的时阵，伊讲无唔对，我就是要安尼做，真简体啊，这个真简体的表态。费顿来讲到新政府吼，当咧筹备颁布紧急的啊。这个紧急的这个状态令呢，啊，并且要来动用着军事资源赶走了吼非法的移民。综合媒体报道咧，讲讲川普政府列为优先要赶走的对象呢，包括吼，伫这个法院已经发布吼要赶走的无证件的移民，包括有犯罪记录无证件的移民。包括吼无证件的中国吼，这个啊，这边的年龄的少年家囡仔，川普曾经过来到暗示讲来自中国吼啊，当你这边的年龄20出头岁啊，的这群少年家囡仔呢，打算伫美国准备要建立军队，要来对抗美国。伊伫四月时阵，曾经伫做事的活动当中，伊就呛声过啊，伊讲过去啦。过来各位来有31000人至32000人对中国来的，因这群人拢总是20出头岁啊，的少年家囡仔，绝大多数拢总是查甫的。因想要伫美国建立一个小型的军队吗？啊，
加执行这项的政策的川普已经有来提名南达科他州的州长啦，诺姆来加做吼国安啊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听候吼参议院来确认。啊，另外要搁再任命吼啊移民加海关执行局前代理局长吼霍曼加做吼边境的沙皇，专门负责边境的事务。霍曼伊表示咧，讲讲行动初期将会优先针对着吼牵涉着犯罪啦，威胁着国家安全的非法的移民。美国目前已经有超出吼一千啦，一百多万名无证照的移民啦，啊大规模的赶走移民的行动，每一年可能要开掉几啊十亿，并且会来引发着税收减少啦、劳动力减缺啊、这个地区顶的经济问题，嘛将要面对着复杂啊的法律甲执行全面的挑战啦。你甲看这个总统吼，川普当选人啊，伊讲伊要赶走三种人，一种就是无正常的移民吼，啊来就是一种吼上紧赶走的，就是佮兼犯罪诶无正常的移民就对啦。另外一种就是中国，中国吼即群三万外人，即群应该是差不多三万一千人至三万两千人，诶即群少年家囡仔拢伫做兵的年龄。你伫这段期间移民两三万名诶。这个中国的少年家囡仔来到阮美国，你是打算要建立一个小型的军事部队吗？要来用安尼来对抗着这个美国吗？所以这群人，川普伊伫上任的时阵，伊嘛要甲人赶走啦吼。啊，这当然，这个要赶，这是要哪赶好千外万人，这是要哪赶？因为咱知影，顶是咱买东西，德国的这个总理迄个梅克尔啦，有一挂移民对因。德国去，但是伊就正大方敢接纳起来。我是安尼对。嘿，伊讲这群人对阮德国来讲有路用啊，有啥物路用呢？因为伊会当来做阮德国内底吼，因本国人无要做的较粗重的工课，做劳工就对了。伊会当来代替。比较下个呀。系啊。比较下个。走无路。我老婆啊，要走路来到遐，伊在介绍。对啦，好多的啦，犯法的、犯罪的嘿吼。啊，唔过中国无啊，中国你再想讲咱台湾的经济犯走去，你啊，因大拢招收。包括罗马犯罪也嘛是啊，还有中国天堂啊，没了川普这个做法啊，伊做任何人来讲，常常听起来敢像做无领导安尼有哦，要咁讲，但是咱坐倒转来来想看卖，一个国家内底有一千多万的这种叫做无正常的移民，这对伊的治安呐、生活啊，会影响偌恐怖呢？啊，当然千多万人，你要甲赶走的话，有啊，一定要有一个办法嘛。你爱去做些做我们嘛，安尼唔知有法帮逃出我们身上，你做点好搞蛋蛋嘛，对不对啊？千多万人，千多万人惊死！这川普这个做法，我是做赞成。咱台湾，我跟你讲，以咱台湾过去的经验，咱甲咱两百万的走路兵啊来，咱就死啊！对不对？甲咱两百万的走路兵啊，和你美国我送出来，我这个汽油，啊，这个起厝还大哦，啊，你啊，这个用天拖布，啊，这个用钱，你甲买什么战士所填平战士种种有诶？甲咱两百万人来咱台湾，咱台湾就险下伊啊！这个贯穿很大，对，东西贯穿起来来。啊，所以川普伊今要赶走一千一百偌万名诶无证件，当然我都分头就先赶走啦。但是我赞成伊的做法，但是这个时候，咱就免问讲，这个川普讲，你敢不当去等于问较早恁的政府，美国政府，想啊要甲两百万无证照的人搞上来台湾？你更来因公迄群人死了嘛？对不对？不啦，咱将心比心嘛吼。你迄个时阵，美国只嘛偌济人，三亿的人口啊，一千偌万你就赚袂掉啊，对不对啊？阮当时台湾才偌济人尔。当时台湾才六百万人尔，你得搞上两百万人来呢，三个都一个呢。两个见树招影，啊，佮拢怕树招影，佮大家佮气势加把富的人来啊嘞，啊，人家佮要做王呢，做真得笑到干啥喂？甲咱抢工作机会，甲咱的经济用甲乌乌乌泥麻麻，治安用甲太过乱了，外国起错。
所以我就跟你说，别我做总统，那做总统台湾，到底先说美国，你只要陪完家，你就陪你了，你知道吗？应该我去做一次的，这个也蛮好的，我们大家来应酬的，有没有？双方嘛，双方嘛，就是这样。不是双方嘛，你那有话也会在感觉讲我的打算啊，你不然蛮像咱刚才大家不要来你管嘛，你怎么表态？你得爱表态，我们出来算，那不然后手听支持度够对答。啊哈，来计划讲到底是要选人，我刚才出一个白啊。无啦，你都跟他讲，唔系我做总统尔，你又无正式讲我决定即一届总统，我要来登记参选。啊，看恁的支持度啊，那。恁两个讲那个就不是真的嘛，不能真的，真的别做啦。你讲的不能是真的啊，哎呀。我生气会我上家表态就是讲要选台湾支持，你哦嘛，我的政见就是我选择台湾支持，叫我台湾市咧看挂。你呐，这个消息，这个消息个边处理啊？恁阿威是看吼回应诶，总统总统是这个啥是热啊？是安怎样哇？他来自己阿民调，阿他来决定讲最后是要选啊，唔选？啊，问题咱这种同温层民调特别准。啊，不一定啊，你到去甲做民调，爱开钱去做迄个。请那个什么大学机构啦，是请那个民调机构来做干嘛呢？我那选掉总统吼，头一个要处理的民间团体，绝对要甲处理掉的啦，就是董事基金会，全部中站啊！我猛出站了，对不对？那个在你说民调，太一句啦！你这个在说民调，是那个早根本就没算，根本就没算。来，我们说，但是我选掉的话，你董事基金我都是全部站掉的。哎，你话问我谁人要站我？我就讲。啊！你搞阮进门进家呢，结果生癌的嘛是一堆啊，对不对？啊，阮搞阮起家呢，无算抢劫吗？对不对？你这是集体性的绑架抢劫呢？绑架！你搞叫阮绑架，但是我以为还绑架了，哦，对不对？全部拢搞绑架抢劫，这个物件犯罪啊，这绝对爱站的就对了啦，吼。这个在你只会做袂对。啊，第二个咧站的就是废死人命的呀，十八岁。你结果贵啊，反正无一个你话上的。废死话做袂对啦，吼，对不对？哦。无啦，川普即做咱甲听看卖啊，咱想看卖吼，一个国家叫招得济即个非法的移民的，啊个无证照，等于简单讲叫做无户口啦。台湾今麦查过讲非法移民到底偌济？我台湾的非法移民，哎，我那几来万啦，啊，但是咱非法的移民唔是走过来，是来遮做外劳，啊，时间够，大闹跑的，闹跑，即群人上。有啦有啦，我那有非法的移民，就是偷渡的，偷渡的少啦，少无济啦。啊，但是咱嘛是咧掠啊，啊，咱掠着嘛是拢啊天上。因为咱台湾和美国较无同，因为美国伊四国，伊唔是四国认证啦，伊有边啊有过来国家还没收连做伙啦。啊，所以对边境要守对吧？靠走，咱台湾的四边拢海啊，你要走过来一定坐船啊，啊，无就游泳受罪啊，你不可能坐飞机啊，坐飞机。你见面，你对伊对一个要坐来到台湾，就已经弄定去啊！你都无法度人互你偷走的啊！嗯，来来来，我这时间刚看川普变哪落去落去。我是伊阿咧想讲，这个人可能我那嘴讲讲的尔啦，因为伊伫四当算八当前啊，未当讲四当前啦。八当前伊上任的时阵，伊讲要伫墨西哥甲伊美国的边境讲维持着当前啊维。为你对啦，我有呀，他都不是点嘛呢？意思，我做正等的啊，但是嘛是搞不嘛是不了了之啊。我大伊年纪了四年呢，啊四年的时间，伊来讲啊，那我去继续甲遐围起来，啊，赶快要继续甲墨西哥清钱。伊坚持家那呢？伊坚持家讲，迄个国会无要给迄条钱啊。嗯，因为迄时川普做的时阵是调休亚大嘛，啊，伊硬要做迄个围墙，啊，国会无要拨钱给伊嘛。啊，个无要半钱吼，川普在用特别无神，用特别无神，恁别照常甲你做了对啦，硬甲你做落去了对啦吼。啊，当然啦，做这个围桥到底有效果无效果？虽然讲真诶，伊对墨西哥迄边来，唔是干那墨西哥迄边的人尔。美国中国啦，中国迄个走路诶有无？伊个走路世界第一国家，就是对墨西哥才过来嘛。好啦，美国当着这个那起落架就对了吼，好啦，去看川普安那处理安尼。哎，就对啊，咱武汉是较单纯啦吼。哎，咱台湾如果那是讲有像德国迄种的移民，迄种是因为国家的战乱，我无法度伫这个国家先。你的生活就是移民出来，我感觉有一种嘛，无一定卖厝啦。因为咱即马咱台湾就是欠人口嘛，欠这个劳工的人口嘛，啊，包括欠实际人口拢有欠嘛。啊，伊若真正要移民，就是讲这个国家就袂歹好啊。你来啊，是阮的教育啊，阮就甲你教育啊。你以后结婚生囝，你的囡仔就是教阮
台湾的生活方式，啊是迄个文化安尼咧行，安尼开摆袂歹啊。因为你即马人愈来愈生愈少啊，唔结婚的唔结婚啊，要结婚的唔生唔生啊，啊无就生死啊，无就无共生啊。啊，即马普遍都大家拢比较爱讲心不如书。啊，那伫即款的经营之下，和外国人来到咱台湾，大即嘛是未来政策之一啦。那些政策太麻烦咗啦，来了差不多拢上落啊。不一定啊，即咱家己会当去控制啊。对啊，对啊，我即阵话去中国来，中国往中国啊，对个。哦，那是川普嘛？哎，当时在上年嘛，应该我两年在搞啊。一月啊，一月，一月份哟。嗯，明年一月两年搞啊，今仔日都已经在一月二十啊。我得收着贴吧。对啦，无啦，哎，贴吧那是。贴吧那是急速的人才有在放贴吧，急速管的人直接就电话下来了。阿星啊，我一月初三上任呢，就过来请我请你呢。你急速到就直接收一个电话。我讲挂几条腿。哎呀哎呀哎呀，他看川普按那表现就对了哈。我这个官招非法的移民。任何人我今仔换，都我讲过，我做总统，我也是安尼做，我也是安尼做。你咪笑着咱一寡正常的人的迄落国民的迄落套路嘛，人民都对迄出套路嘛，袂晓生活，哦。那个军队都一样军事资源的，那当然军队的来了对啦哈。干那安尼一年当干那处理只移民，讲在开过了十亿的美金啦，好惊多人。小钱，你看伊这评价好钱，你选伊两个人咧开钱个惊死，两个人争个报告哪个呢？好钱你干那去参加一场迄个做电视的迄种叫做脱口秀啦，就是像迄个去参加郑容仪的这款啦，干那安尼迄个好钱你一场就对啦，一年开6000多万的美金啦，惊死人嘞！我准备给我们看第二款哦。啊，对啊，就比较难，全世界拢看会到的啊。但是迄个叫做奥普拉嘛，迄个奥普拉听讲在美国有那赚个几撮钱啊。媒体人哦，哎，媒体人，啊，就对谈的啦，对谈的，对啊，那坐的，哎呀，拉几股啊，那年吼，几啊千万的美金就报销去啊。那大家咧讲讲到这边的美国总统选举，开了钱，一五高恐怖的，对不对？所以免啦做总统，人人有机会。不是干那顶贵的保证金尔，所以讲叫民主啦。哎呀，哎阿伯要开钱上开的戏啦，对不对？哦，开玩笑个，但系要选一个民意代表来开钱啊，你要选总统。假如果你领一个几万块啊，薪水啊，啊，大家开3000块，哎呀，阿拉想嘛就好了。先讲就0800-058-668哈，哎，感谢。好做出来，好安尼，因为我真正吼，他会当真吼，嘿，伊嘿，伊讲徛得久吼，啊那洗衫啦、煮饭吼，拢不敢看，啊尾也听到恁电台吼，有咧广告吼，啊不阿姐你那食苦味咧，讲我食苦味阿个听，啊我昨下咧搞恁厝边一个，陈太太讲吼，伊讲唔啊我嘛食两冬啊安尼啊，啊伊那一盖买到水嘛，我后边包几罐啊我食，好我是讲，啊你食这个够安怎？伊讲伊以前啊有红斑性狼疮吼食。当的黑熊，那个是，他不也讲，平常不是阿公拢食恁爹做啥保养哈？对，阿公食了讲，哎，伊咧当家好啊。哦，阿公我昨下试看麦啊，头下是无啥物效果啦，因为生活那个照常生，但是吼，我昨安尼食三个月吼，头我袂出来，头壳拢袂疼。我48岁啊吼。拢会反应，这一点的呀，你进入更年期嘛。你这到那时来拢会听，大家拢会听。去归档啊，以前哦，不晓得什么叫头痛，好像5年前开始，后尾来啊 ，B B 也是，后来这头这个头壳心吼，就像恁个前面就用个讲翻了，你不记得记得，我是无遐明显啦，以后你真是头跟我听听啊，归一下就好去啊。好啊，口腔吼，然后刚刚讲，这个开始都大啊，这发这水吼，咱来对头痛啊，进入反应几天，会拍下去，但是咯，起码但是拢差不多已经有联系，差不多几个月拢早晚拢会拍下去。我唔是
鼻子过敏，从来没有的，起来要装帕卡去。啊，最近哈，刚刚。哎，要生活那确实改善啦。但是我上欢喜的是我，我差不多八年哈，我东阳镇哈，第八已经八年了，对当啊。好，暗时啊，我到房里我就烦恼拢不平衡，所以我拢长期的当讲，睡眠拢无好啊。那冬天的时啊。八年哦。嘿，八年拢，已经八十了。不平衡的对啦哈。嘿，拢不平衡，但冬天我就烦恼，那就在大声烧，啊，都气压啊，上哈，马上白一白的，规身躯的就搁热啊贵的。嘿，我是刚刚讲，哎。那效果哈、哦、好出来，我就这样好好好对啊，那酸痛哈，哎，刚刚也是有改善，对，酸痛有改善，啊，你八年的困掉的讲。加上小是会上安尼个，就冬天哦，那冬天啊加上小拢会上遐好起，嘿嘿，刚刚大家都都已经哦，差不多好90%啊，可以就做管理啊嘛哈，哦，已经做好了，我已经快又要食遐吼，我做管理，啊，酸痛的已经开花吼，拢是一种遐消炎。对，酸痛的拢较有迄个类固醇的。嘿，啊，我唔敢食，我拢干脆食这样。我哎，啊，食了安尼，我食第三个月啊，系差不多要了啊。嘿嘿，习惯啊，我食习惯哈。我拢自己食十二粒。啊，你改善做一项啦。嗯。啊，你就爱继续去保养啦哈。系。你继续保养啊，恁这个你算讲要接近更年期的人哈，对这个许多山的加保养上好。好。嘿，咱啊骨质较袂流失。啊，就像咱这筋咯、骨咯、血咯啊，较好。嘿，啊，你爱继续使用，吃好哩。对啦，啊，先加姜片滚吼，而且这么不出名，太香嘿。我嘛甲你说说呢。嘿。张太太，你安尼哦，甲阮做见证，做做功德吼，人甲你的类似感觉的镜头，伊就会买来吃。类似一听一个，我是感觉真的有效果啊。我看看。你看，我像我这一次第三次哈，妹子来哈，都无跳跳啦，都无感觉的，对，头壳拢无疼，嘿，拢无。啊，刚妹子来是头壳会疼了，对啦。嘿嘿嘿，较早好丢啊。嘿，容易了，你食到，你来食好，我嘛是做欣慰哈。好啊，你好。啊，嘿啦，啊，正在在你管道过嘿。好。啊，然后咱这，然后迄朋友像你同款的，也是讲有酸疼啦，哈，都点点滴滴的毛病，食完这拢会使啦。嘿嘿。啊，你看你食一项改善一项。对啊。啊，你就管理啊。好，啊是咧洗衫吼。这骑吼就开始，我唔敢用坐啊，即摆坐山拢爱用骑啊。好，安尼。以前好讲唔好坐上，伊也上低，那唔好啊。对啊，对啦。好，坐坐啊。咱家己吼，家己的生活起居过好老差，啊，即款长期个保养就好啦。好，即摆以后就讲你食保养。嗯，保养，你若是保养再唔三两吼，你长期个食，啊，食这骨质也较袂流失。安尼。嘿嘿。感谢你嘞，张太太。嗯，谢谢，再见。谢谢哈，张太太哈，我的毛病那真严重哈，真正有好哈啊，对于这个心理上的这个改进的对了，非常多，啊，所以特别拍重点的，那个人报告那那对了，都讲好啊，我讲你石头山加三冰料了，对这心理上是我都，安尼讲足清楚，听拢足清楚就对了哈。虽然像我那女性朋友，你唔通讲的时阵呢，爱无注意哦，吼，迄人吼。今年去总来三星的时候，有我这个竞争一三星的对，就是我听见了的对啦，我我湖南人的这个竞争一三星，啊，今年去总来中间的对啦，你若讲人家平安多过的对，你后半世人你都好过的，咱讲熟悉的对，啊那无食的对啦吼，都规个毛病拢总来这些身上，直接给你发作，发作了一到地了对啦，和你无同念修的对，这个是咱女性比特别爱去注意所在。你同查甫人无同，查甫人较轻微，但女性比那严重的就对了吼，真正足起来的就对吼。啊，所以咱先人公司啥物都来挂断去，然后像这种状况就对了吼，头会慢，头壳疼啊，种规身骨、筋骨都拢艰苦，赶紧去食看嘛。这不是讲女性比要怎样，真侪查甫男女拢有拢当共同所服用的一个真单纯、真好到顶的物件，叫做喜多山花叶去多笑多山顶的山吼。真感谢有你们不了解，请你去拍电话来做详细询问。0800-0500-668，0800-0500-668。0800-0500-668，感谢。来接收的机啊，咱要来给咱听众朋友报告啦吼，咱一处个别性饭公司商品呢，十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三款的衣服啊，咱提供一款精品，要来请上回来买十款的朋友，买十款的朋友，你会当来个精品直播一机，你要个精吼电风一台吼，啊，要个精啊，这个毛毯一领。
你要跟信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针，而这个惠安素、金立明、保顺健、喜乐清，恁骨数三十粒，拢总会用一，咱一道金一项为原则啦吼。啊，是讲你比较经验，我两下内底有十二罐，这嘛是拢会使吼。啊，另外除个别信山公司三品五罐的朋友呢，都加上一罐以外，同款我老提供一挂精品，要来请上湖南买五罐的朋友哦。南美五款的朋友，你咱个金三件是个保鲜盒一组，你要个金保温杯一支，金白沙湾气锅一条，你要金大香的汤匙一盒，你要个金五麦子的洗头毛巾一罐，五麦子的洗衫巾一包，还是你要金燕窝一盒，内底有六罐。你个金上新的精品高宝沐浴露吼，这是洗身躯用的这个沐浴露啦吼，玫瑰花香味，真香啊，洗个真清爽吼，而且罐这个沐浴露真拢会用着。咱一包金一行会员值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很多朋友呢，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西港郭先生来点播吼，有那往事只能回味。是咱从国宾库会的教会专线电话啦吼，来接落来，咱们来个看一篇吼，
咱最近这几天拢时常伫新闻有看到，就是咱顶无几天咧讲的绿鬣蜥啦，就是咱咧讲讲吼，一只做成四卡条啊，迄做大只迄吼进口入来的宠物，啊，即嘛无人咧饲，四界放生，四界生团。啊，当然听你讲讲吼，对南部的屏东、高雄，摊甲对台南一直加义，即马已经摊去北部去啊。啊，今仔日咱有看到一篇上新的报告呢，讲伫森林啦，森林唔打农民去互糟蹋掉呢，连渔民嘛去互糟蹋掉啦。讲迄个气温啊，安尼乌坑乌甲大细坑，安尼一坑一坑啦。和这个森林的农渔民实在有够困了啦。这篇咱来个听看嘛，你讲中南部的森林最近已经去和绿鬣蜥攻陷去啊，即嘛是危机当中啊。最近这个森林口湖有农民讲安尼一礼拜吼掠八十多只的绿鬣蜥啦，连这个口湖乡的乡长吼李良辉讲伫咧赛车的过程当中，都看到迄个绿鬣蜥吼安尼摇摇摆摆伫大路安尼行来行去呢。如今这个外来品种吼、哦、啊，外来品种绿鬣蜥已经对台南、高雄、屏东一路已经往北上去了啊。各县市的农损呐，非常的严重啦、啊，加上这个森林呐、啊，这是农业大关呢。啊，公所嘛，落手来研究了滴啊，研究讲哇啊，到底是要安那，要安怎样我来抵价诶？这个绿鬣蜥了滴啊啦，初步啦。可如吼比较着其他的县市掠一只啦，掠一只大只的绿鬣蜥吼，奖金500啦。啊，那掠细只一只是200安尼啦。这个外来进绿鬣蜥吼，四界走团、生团、走种生团。农业部估计讲，全台湾差不多有200,000只的绿鬣蜥，连森林都拢有绿鬣蜥的啊踪影来出现啦。当地一名姓杨的农民表示讲，绿鬣蜥吼，就看到青，就结了沙，就吃就对啊啦。伊安尼辛辛苦苦栽种的蔬菜，安尼叫吃了了啦。啊，之后呢，展开开始掠绿鬣蜥的行动，一礼拜掠80多只啦。迄、那个那较大只的吼，一只吼拢差不多。我吃，迄个算啊，迄个算长人，迄真正惊。足恐怖的啦！啊，那较大只的是只拢十几公分长，安尼啦，十几公分长，坦白讲是也去算细只，伊也袂看到几公尺长的啦吼。啊，除了农民受害以外，渔民嘛受害啦，即嘛有够烦恼啦。森林当地的一名姓蔡的渔民，伊咧讲啦，讲以前台风花啦，拢尿出咧乌坑啦，啊，即嘛咧尿出消灭甲吼差不多啊啦，煞变绿鬣蜥来咧搞阮咧花，搞阮咧温啊花乌坑啊咧啦，就还了这个绿鬣蜥吼，伫起温啊花乌坑吼啊做秀啦破坏啊，这个花去放去啊，大吼规区温啊吼会水流了了啊咧。嗯，对着家森林管政府农业处表示，森林管进行，看他有接手绿鬣蜥呢，也唔过最近刷愈来愈侪人通报啦。啊，这个为着要来对付着绿鬣蜥的危机，已经啊透过吼啊外来的团队进行掠绿鬣蜥的行动，另外工作啦嘛开始落手研究啦吼啊，这个鬣蜥计划啦。初步考虑比较其他的关系，那掠一只较大只的奖金500，那掠到小只的奖金200呢？哦，这实在真正唔知要哪去甲处理啊呢？而且卡无讲你若找到伊的收了哈，迄、那个收会通提偌济？你就一收看十只，我就算十只介绍给你啊。买你那是生卵的啊？生卵的啊？哦，你讲做卵的对啊？我一收嘛，你一班，来，我这样咧，通报咧。哦，这些讲起来，其实大家啦，打开迄个心内迄种阴影有无？嗯，你咧死的肉食是好食的，讲真诶啊，迄敢若鸡肉啊，安尼就对啦，鸡肉。
阿妈那个就猪肉嘛，人家那个好在较补水的，叫做可爱小西西啊。啊，这个绿鬣蜥听你讲讲，我都真爱食呢。哎，你话了拢爱食啊？系啊，是啊，你爱拢食香的啊。嗯，因一食香的，甚至加迄个啥，迄个多醋，迄个香香的，哎，啊，收一个盐麦在咧食啊。对对，啊，欢喜个。啊，这是个价钱是袂价钱，但是坦白讲，就是讲你爱用好足清气啊。嗯，哦，因为毕竟伊这个。即马间金钱咧，但已经叫客讲食几多血啊，那都是混啊。我阿伯，等已经叫出来先，食得不多啊，嘛不多啊，分太易啊。啊，下只一个物件，我已经叫出来了。是啊，食这地地的死啦。这个哦，这即马这个地的死，其实第一个对的，是东南亚国家，上海台湾这种亚细亚所在都人行的吃啊。有咧吃，对不对啊？亚细亚的是吃的关键啊。另外，第一个东南亚国家有当时啊，拢建迄个规定啊，迄个糖啊，啊是啥物金啊，那高蛋白质啊，那高的蛋白质啊，你像从外国靠在咧饲迄个红龙啊，你咱台湾一只卖十万啊，几十万啊咧，有无？那伫亚马逊内啊，那是咧食咧。哦，对，规捆就好。哎，那是好像咧食咧，哦，咱台湾咧高产品。一只咧，好咧，是个价鸟。哎呀，哦，哎，贵啊咧。咧饲个哦，大家饲到话认真咧，电费啊，咱用无同咧，啊，水温水火，把酒又掉了。哦，哎，这下台湾咧，所以咧需要这管的奖金有无吼？应该是会当吸引未少人去掠较对啦吼。迄条鱼货嘛是足严重啊，但是咱慢慢听话讲，掠鱼货要用奖金啥货，唔会无啊。鱼货伊最主要是集中伫水，伊袂去收滴，我好处理去深等迄个啥，其他农作物。对啦，啊，但是啊，问题即马即个绿鬣蜥唔拿深等农作物啦，包括咱个台风花啦，即马温暖的花啊，拢乌康咧作秀啊。嗯。啊，拄只迄个农民有咧讲呢，讲绿鬣蜥即个物件，伊就人看着青就食啊，伊也讲。有，你的是本身看到青米，伊就食啦。啊，所以一寡蔬菜，伫咧当咧饲的过程当中，你就开始咧发芽，就甲你撒了了安尼啦。啊，家己话青啊，啊对啦，啊，愈食愈青啊。两只在行，你还食到嘛食定啊？你讲你青。啊，用网啊，黑无嘛？譬如讲用人咧，这两鸟厝啦，两双底种网啊，四格甲扛四格甲黑无嘛？你冇冇，伊即个未去俾人啊来啦，没有，足奇怪，就是未嚟嘅。啊，即你咧是，咱都是报价到一只八百嘅呢。那是都当你研究呢。哇，啊个是五百是固定啊。冇，即嘛是两百五百，那是分林管政府以比较外管区，啊，其实每一道每一管区嘅行情都冇同啦。对啊，迄间咱有看。每管区行情都冇同。西南讲嘅，伊即唔知是对一管区。西南是五百至三啊五。系啦，啊，但是即嘛就是中央政府讲贵，要好统一啦，看一只五百至八百。还唔多好个仔咧，呢个是个迄个波动咧。都冇动就动，你人钱有动咧，但是咧，那有动一只都要八千至五千啦。嗯，你有动咧是恐怖咧，动咧你食蔬菜食啥，几个人唔够，个食食落去咧。啊，这种物件，咱外国人已经吼叫糟蹋做惯事啊，还是讲咱台湾较少一几单啊，开始来糟蹋人，糟蹋人咧。我老先来吼，啊，这个外国来啊，当趁这条钱啦，我是感觉多啊，有当时啊，多啊无头路啦，还是多啊应应啊，啊应应啊，你打开始你啊一定较袂晓食。我看过人做啊，你都加减我顺，加减。有啊，打开始你啊你袂食手嘛，你啊两三只都。咱台湾人做老的啦，看到什么会伊想办法去应付啦。那个人量的啊，前面的什么迄个江主啊、四卡的，你来你遵守啊。你那是，啊，这你那是你啊，也做简单嘛，刮胶的手套啦。嗯。系啊，咱当过一个也有。咱伫上山路过啊，有啊。哦，上山路过啊，哎，上山路过啊，有啊。啊，其他李占良啊。马克里跟文基更加无。马克里这我是阿妈听人讲的，但李占良。要转盖子啊！好啦，啊这条钱都给降老票子。啊，出来两块吧。啊，你白来啊！系啊系啊，啊挂手套怎么样？手套挂手套，你哋高诶啊！高诶，爱挂高诶。你哋沙地上先做扎一罐啊！啊，电动爱扎，电动免扎啦。沙地上，你哋扎一罐啊！那不多了，是免出来食中道灯，免出来食。俩俩，你瑟瑟挂挂憨憨诶。
手爱保护好，你忙起哦，看到啦，因为个出细菌，啊细菌啊，一定爱扎起咯，不过细菌都爱有细菌啦，等会保一定爱扎，等会保，你也着等会保扎起来，对，哎呀，你安尼就安尼八打，五个打咧，哎，这好谈的，如果啊这个。有啦，做人那啲啊，做人那啲啊，好来，来快点聊未啦？好来，好，真讲个，真讲个。好来，这个就做啥呢？这种绿烈死的代志吼，即马台湾都想尽办法要甲处理掉，都像川普要处理迄个千多万的遐的所有的幽灵啦，哦，感官艺术啦，哦。啊，咱即马头下咧讲的迄个介绍吼，可能啊，这个每年多吼，都有可能大只的八百啦，啊，小只的五百安尼啦。哦，啊，即马是小只二啊五至三百，啊，大只五百安尼，对吼。所以即马介绍要个幽灵。啊，另外呢，这个做啥呢？这个咱政府这边只，诶，这个做农业署哦，吼，农业部啦，吼，即有哪咧开会，即话要组织一个空气清的小组啦，嗯，哦，空气清吼，迄拍迄个就做空气清吼，啊，就去拍这个绿烈丝安尼吼，诶，啊，这大只八八四只还五八，哎，咁咪伫咧列过程当中，列四只公成个诞生，等哪大只去等个列呢？未啦，迄嘛是钱诶，大只是啊，伊个咩发咩咩创伤，对不对啊？好啦吼，啊，这绿烈丝才是啊，只即马专单。台湾初步估计吼，大概有二十万只以上啦，二十万只。你太厉害，等估计出来啊！负责人讲一个数字好啦，你唔知？听听咧，报数咧，吼，听听咧，吼。啊，规个南台湾大概拢总轮含落呀啦，吼，拢总是伊个事吼，爱咧生产速度紧，所以。反正每年咱个报的时阵，已经唔是二十万只啊，三十万只，已经三十万、四十万只啊，对吼。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一切真自在，关心土地咱的爱。这是一个上界自由的所在，快乐爱台湾，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快乐不分年龄，乐武林博览会将于11月22号到24号在高雄展览馆盛大登场。现场有智慧照护、健康饮食、全龄住宅、辅具设备等展区，更有精彩的乐武林论坛与活动，让您快乐迎向美好的第一个人生。快来报名参加抽奖，把大奖抱回家哦！诚挚邀请您一同前往，享受乐活人生。详情请上乐武林博览会官网或脸书完成报名哦。花一到底来陪大奖哦！爸爸，老师讲节能减碳要对生活开始做，啊，爸爸你敢有做？当然有啊，我最近就换节能电脑哦，上侪人先别拍油，就算涂骹掸嘛较袂出去，省油钱够安全。老师讲省油就会当减少利用化碳，开始做好节能零排放，环境就会更加好。那你爸爸省落来油钱，能够会当搁去录影一届哈？无问题，咱即马就出发，节能电脑走出节能新世代。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有呼吸道不适症状应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从8人坐小巴到43人坐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97.5，快乐昆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华东98.3，快乐配偶96.7，快乐红虾91.3，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现在时间9点整。核酸检测真正有够好，用过人人都学了。配合正确洗手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的器官愈洗愈健康，愈洗愈健康。关键电话卡号通，台南控六7945-79，7945-79，感谢你。0800-0500-668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咱即卖又登来节目现场，同款啦。咱节目一开始，有缘要来邀请中国听众朋友呢，做位来欣赏一首歌曲，这是咱台南市吴太太吼啊来点播吼啊，钟天君演唱这首歌《母亲请安》。咱食久无见面，阿算爹感情袂安心。我知伊向伊自热情，虽然头路也无自信，但愿在你成功要紧，事事尽人情。
家过，家境欠用一项无问题，我的收入虽然无多，这款借任是我爱做。今后那是希望成诺，常常给我陪。来一土我欢迎，我这带你忧愁共尽，绝对抱你心头的情，请你站三苦甲情好过一生。好嘞，感谢啊，咱哥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缴费专线，0800-0500-6688，电话在下8点到AM的7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中的幸困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嘞。继续，咱再来个进行这个看新闻哈。来，接下来咱们来个看一篇，这个中国最近真正是大调子啦。这边无几工，伫中国的广东赛车飙高，伊无差别弄死吼30多人，啊，几落十人受伤了后，搁伫江苏啦。一间工业职业学校吼，一个学生囡仔不满老师学校对待伊安尼啊，无公平，也倒入去安尼一困头，杀死8人，然后17人受伤。当然，即听你讲讲，即数量拢唔定安尼啦，是中国吼硬暗起来啦。啊，伫即个昨昏呢，又搁有人吼。安尼塞着车吼，唔着人群，安尼乌白弄弄。弄目前为止了，对啊，死伤到底偌济唔知啊，但是中国的媒体报讲10个人受伤啦。这咱来个听看一篇安那报道。你讲中国伫这个广东啊，继续伫广东省的珠海市的体育中心，安尼伫本个月在一日阴暗吼，传出讲有人调过去赛车去弄死一堆人啊。啊，弄死一堆人吼！啊，这种吼无差别的弄死人吼，这种的惨案，根据中国吼报出来的数量呢，讲35人死亡啦，43人受伤啦。但是咱知道这个白贼国家，伊报出来这个数字是绝对无可能是真的，唔定35人死亡尔啦吼，这无可能是真的。哎、啊，当讲造成中国吼将近10年来上界严重无差别杀死人的事件啦。佮再来吼，广东刷落来到江苏诶宜兴市啦。即、這个宜兴市呢，有一间吼工业职业学校，讲伫本个月16日嘛出现了一名无被毕业诶学生囡仔啦，正受去夜倒啊入去杀人，看到老师学生安尼杀着就杀，一拳头杀死8人，17人受伤啦。
当然这种的数据都是这个白贼国家吼啊报出来，这无影吼，安尼念念就对了，甚至数量会搁较侪。乌南兄弟啦吼啊，这个兄弟市的丁城区永安小学第三分十九日呢，又搁发生了一件吼塞车去弄死人的事件啦，造成十多人受伤啊，几人死亡唔知啊，因为无报出来就对了啦。正做中国即马各地吼，一直咧发生一报复社会的事件，上新的案例。综合官方的媒体消息、媒体报道咧，讲讲十九日的学生呢，进入去学校啊上课，这个尖峰时段，一透早七点三十七分呢，上伫玉下街的双德啊，这个双潭路附近呢，发生了一件汽车吼掉过去弄人的事件。一台这个白色的修理车呢，撞到校门外口的棱角，就甲塞去弄去啊！过来名学生啦、家长啦，被弄倒伫涂骹边啦，观众大家看到惊吓，三只走撞大声喊救命。但是听你讲讲真好加载啦，被弄到受伤的人送病院救治吼，拢无这个生命的危险啦。啊，这个塞车弄死人是今年三十九岁一名姓吴的查甫人。因为吼，伊家受气就对了啦嘛。伊这个人见面吼，弄到人了后，去予人家拖出来，去予附近的民众围我甲拖出来弄个吼，底下哀哀叫。警方嘛已经将伊抓起来，当进一步的调查处理当中，目前具体伤亡的人数，警方唔敢报出来，所以大概吼，就是以十人受伤为准，安尼讲出来尔尔。因按小学。这案件发生的当晚，2026年的世界杯吼啊，这个啊世界杯亚洲区吼预选呐吼预选赛呢，这是中国吼啊国家的查甫的卡球赛对日本的查甫的这个卡球队的比赛啊，尽管比赛吼在福建的厦门白鹿体育场的中心底下举行，但是尽管引起了日本政府高度的警戒。并且提醒吼，日本人爱注意，因为九月十八广东深圳吼被日侨啦吼，日侨吼，而这个四颗连弹马接发生一个十岁查甫日本囡仔去和中国人台死的台死娘娘，这个英安小学的案件，根据中国的媒体报告就对了啦。讲上病院啊，急救的人吼，无人有生命危险，也唔过官方至今就对了啦，拢唔敢公布吼，犯嫌伊的动机的细节到底是安那。当然，自由亚洲电台啊，有来讲出着无经过证实的消息咧讲啊，讲这名赛车去弄人的事，因这个查甫人姓吴的查甫人啊，因为后生查囡讲伫一间学校咧读书去用欺负啦。结果吼，伊去报老师知，啊，结果老师吼学校内底相关人员就对啦，无人要甲信半道，无要甲插安尼啦。伊大啊受气，抱着这个报复的心，抱着这个报复的心理，赛车去弄学生囡啊。这个案件发生了，随时伫中国的网络就起小团了啊。网络朋友啦、专家拢一直认为，讲这个案件反映出吼中国吼社会的利益分配无够平均啦，这个社会的矛盾吼累积起来的压力啦，心理健康支持不足，包括部分的媒体吼边缘化啦，调高唔报唔敢报啦，类似的事件、恐惊的一件一件来发生啦。只要那政府吼无对源头、无对社会公正的角度去处理这个社会的矛盾啦，而且采取的吼，拢总是压制当下的矛盾，同时的双方得袂得公平的处理呢，就会采取所谓的报复社会行动、报复社会行动安尼出来。这是伫中国维稳的政策之下啊，这个必然会出现的一个恶果啦。嗯，你讲。买啊！这件吼，一个人安尼塞车去弄啊，一堆学生囡仔咧上课的过程当中，是因为有后生查囡伫一间学校读册，去互欺负，结果伊去报学校知影，学校无爱甲插，唔插伊，伊大受气，大塞车来弄，咧上课学生囡仔来迄个来堵小就对了啦。
这个案件在差不多顶个月，反正这个月月初啦，我伫手机啊内面看到一个两个中国查甫人，嗯，迄个人伫边啊吼，一点点机吼翕起来是手机啊头翕起来，唔知啊。但是伊边啊标记啦吼，伊标记就是两个查甫人啊，加一个少年家囡仔吼，安尼对路边甲叫去，啊，甲讲两句话，啊，见面一个查甫，我对这个少年家囡仔头壳安尼塞两个啊塞，就对啦啦。啊，就惊去！啊，个其中个有另外一个查甫的气吼，真生气，都怕都木啊，都对啦，木了更加严重。啊，头前去共塞两三，迄个查甫会看到硬，甲这个查甫人又走了对啦。但是这个查甫人唔走，大啊对身躯举一支这个短刀啊，捂着这个少年家囡仔的心脏啦、头啦，都硬堵硬插插到这个少年家囡仔子弹未掉，大倒伫土下面。结果看到这篇赖伊安尼讲，看到迄个赖伊安尼火咧讲了对啦，伊要写安那呢？写讲就是气候大人台是这个少年家囡仔，嗯，伫学校欺负这个大人，因后生啊，伫学校内底啦，嗯，学校嘛唔处理啦，嗯，啊学校唔处理，做爸爸的人积攒未掉，都爱用安尼搞这个少年家囡仔娃娃肚子，在去处理迄个少年啊，社会报复啦，即马伫因这个三中公吼上届事件讲好。合作的社会保护，你那是政府，你那是法律，你那好好有关单位，你唔处理，我得来做社会保护干呢？肯定处理啊！嗯，这个姚良涛咧讲迄个影片，我刚才我那看，看上尾还去倒啊，当插上头发顶背起来。我未记得，反正都是我插掉咧，对个。啊，倒背啊，这是咩啊？对个。啊，这中国啊吼。哎，迄人口数遐侪十外亿，讲话歹听，死鬼啊，无啥代志啦。所以，习近平人都下令啊，都令了事故啦。我讲又讲了，讲北京市民发生倒啦。哎呀，无爱讲上悬的迄个人数会使报到35个啊，啊超过35啊，剩35啦。你市场果然真滑倒哈。好啦，啊，有诶较专家学者，伊就咧讲讲，这就代表中国整个社会运作咧斑驳。嗯，已经开始咧帮助了，对啊，这种物件呢，有当时啊，一个人做了，后媒体一个报道到底吼，也开始被阿网络传播了，诶，被模仿啦，对啊，有诶人就对这個社会不满，啊，中国即卖对社会不满，即卖才开始咧不满，中国人嘛真正够落水，无啦，你不满你爱找着人啊，官有条，贼有主啊，无啊，伊就是无多去找着迄个人啊，对啦，就是我那安尼讲，重点就是安尼嘛，譬如讲又是失分啊，系啊，伊想要，譬如讲伊想要弄习近平啊，爱个弄袂着习近平，无可能啊，看到嘛，看到，现在找人就去发泄，就去弄啊，就对啦，吼，这真正什么款空头都有就对吼。所以这中国不是干了，咱大牌的人尽量较卖去。我讲，我卖讲一般人也较卖。我做阿伯做咩工作？中国不是中国的啊！中国较卖去，这中国人等咧，中国人主要等咧。不是，那是台湾的，台湾过了好熟悉个位定去，对不对？何必要去中国？台湾有这种反社会人无？有啦有啊，你做咧政界就是啊，政界就是啊，买个乌龟台，但恁感觉算是少数啊，但是。那个算转来，伊的人口比例来个算的话吼，病严重啦。咱2300万嘛，23亿嘛，来个算我们比例个算起来。但是这个有影嘛，人一济啊。所以啊，人一济较有影嘛。但系人啊足济啊，你喺啊落暗时啊，伊啊看哦，迄人偌济。来往这个所在，你也当得到迄个啥？台湾社会事件本来就拢会发生啦。嗯。好啊。迄个人性格较歹，往时在路上咧行着，向看一下就袂得啦。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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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所以，因这个中国政府，因即卖已经交代落来啊，四五啊，嗯，四含无的人，即拢爱特别吼，甲监管好调的啊，就是无婚姻啊，嗯，无后生查囝啊，嗯，无厝的啊，嗯，无头路的啊，啊，即开做些代志安尼哦。伊讲拢是这种人去做较济啊！啊，咱台湾咁现在是这种人去做啊！问题这种人伊伫中国无当得着公平啊！啊，但是伫台湾这可能你选择家己无爱啊！嗯，你可能我袂想头路啊！过一个会变皮啊！我钱诶人嘛，过一个会啊！我无厝，我都无趁钱，我要到国家要变厝啊！这有可能是你家己来，但是中国则无共啊！我有想要找头路要做啊，但是无头路让我做啊！我有想要结婚啊，但是问题我无在当娶某啊！有可能这种人啊，所以因咧讲这种四五的人就对啦，嗯、就是伫因这个
这个城市内底吼，这个社会内底就对啦，政府机关有关单位特别爱个监控我点啦，唔能可以做这个代志啦。啊，这是咩啊监控？这个那边四五个人拖住断掉就好啊，你这边监控你咩装啊？想把你叫人，一切啊，唔知伊未来要做啥物代志？我个天啊，我用赞的，用赞的一个刀，会当慢慢啊赞我们出赞。重点你拢讲笑啦，哎呀，那是枪支炮一贵啊，你唔当个啊。啊，迄买中国人家己去解决啦，吼、啊，这个问题就是讲，即看我多起咧七弄八弄，弄啊到对中国嘅大官大官。相当是这个人嘅修养啊，冲崩无。啊，但是伊讲咧，你若冲崩嘅冲崩嘅人就对啦，一人小块代志应该就无代志，不管啦，伊就必做多少。人，这个修养嘅问题。哦他无了人，无了无了，中国政府你得看阿萨里的嘛，这个四五个人都帮伊避世游嘛，哦，但是中国做多嘛，中国讲开四五，我听听也无道理啊。你讲第一无某诶，无婚姻啦，无婚姻嘛，啊无婚姻都是无家庭负担嘛，伊一个百十二百，无婚姻人咱那社会高月老公诶，啊种共拖拖落去。你啊，你看我几年无娶啊，我难受啊嘛，嘛就好。我一个年够正事，十岁啊咧，我咧不出事先，先来得啦吼。啊，十岁啊，我六十一啦，六十一啦咧，够正事啦，十一岁中间就娶一个年。嗯，你别人有啊，赚不掉啊。二十三岁结婚，二十三岁结婚，啊，到这时，啊，你才娶一个呢。我嘛是做两个啊，做几个。对婚姻重视的人，你敢知啊？我唔敢讲啊。你发讲嘅出错嘅。所以啊，你做出什么代志？对啦，是迄个人本身。系啊，诶，什么事我无得力啦，系啊。他咧讲是当然是中国伊讲的啦，无婚姻，阿来无后生仔囝，阿无后生仔囝，阿爹啊，阿爸咧唔做拢去做，阿无后生仔囝，更加无负担嘛，阿无啦，无厝诶，无厝啊，无厝，无厝，当时可能挂流浪汉，阿咧，无厝好来，无厝食，阿来无头路，无头路，无头路，可能即个人好可怜啊，头前迄个讲无。无结婚，无婚姻啊！啊，这边个自由，我哋自由一个人咧，对唔对？享受孤单，享受自由啊！好是不是？啊，无婚姻，即啊，会当世界搞起啦！本来就是无婚姻，没事。无人啊，一到晚无厝的人，太多家，人都没太人，啊，人都要我白来。咱伫台湾无厝，过地下室，啊，是地下室。台湾现在生活较歹过的人，目过依家会点？哦，对唔对？你要食啥糖？明仔要食啥糖？都来，一个唔知。对，目过依家会点？这应该是。整个吼，伊个中国个吼，真正像迄个专家咧讲个，我袂记个名吼。伊咧讲讲中国迄种好野蛋吼，差唔多啊。我心理不平衡，心理不平衡啊！对啊，我特登要甲咱食一个馒头，食一个啥啊？伊是特登两下包起咧。人家要食了，哎，啊，看了就热，哎，啊，有当时啊，啊，烧着一包粉果，起甲到九十啊，嘿，迄嘛重要啊，对唔对？咁我未听啊，你咪是啊？呢啲咪是潮潮啊，病啊，啲咩啊，对唔对？阿张丽先啊，啲出董事基金会啊，我哋系在董事基金会，佮包括董事基金会企业遐罗仔里位，有人抢，那我做总统，咁做总统全部朝中我们做。在那边做总统。哎呀，是中国啊，吼，你咩啊讲？唔知啊。我最近咱咧，最近咱所谓跌破咯，已经四件啊，一件一件一件发生。哎，中国人，他这是不如人，无咱是中国个，虽然是引导代志，但是咱心光头是唔蛮讲。咱心光头是唔蛮讲，甲拖路路拖路这样。我是心光彪悍的。中国一间高中啊，哎，初中啊，高中啦，啊，学校唔来办迄个毕业典礼啊，什么会啦，唔来啊。啊，这一个学生啊，卖股票的了，伊算学生代表要主持嘛。嗯啊。结果从这个囡仔都徛起来讲啊，呐，讲这个学校南山来啦。哎。我白来了，比如讲有钱，通去避避一寡有诶无诶，啊无钱，甲阮个学生宿舍起又好势啊，你懂着啦，我到底啊。安尼讲这个话，讲安尼一顿人冲起来，这个囡仔怪气掉了，气掉你敢白，我甲蹬出去啊，你懂着。总之，我话讲好听。哎，因为讲实话嘛，我也说着都未使讲实话，你讲安尼。那好啦，啊，所以这爱中国的人就赶紧过，卖来就差啦啊。哦，你紧过。那边个唔过，我来讲，伊讨厌过咩过？在台湾跟你闹啊。有，讨厌就是这只啊，吼，啊，无多，啊，咱台湾是民主啊，你今仔日看到所有和你受气的代志。拢总是因为民主投票投出来物件嘛，哦对不对？所以啊，所以你就无啥物好讲的啊，吼啊。
看家呢会赢啊呗，不简单啊！哎呀，你若卖投票就袂叫快，袂叫入掉啊！你讲安怎啦？卖投袂叫对拢哦。阿坤咧贵，讲啊，你若卖价就袂叫贵掉啊！他咧那打一挂政治啊出来，人就讲哎呀卖投啊！讲咩？他就袂使咧讲咩咧，对不对？啊，所以。分哪一贵应该徛伫分的这边，假讲禁分应该，但是你讲起安尼无道理，啊，佮有吸烟区照规定爱照 B 类为着起，为着要讲禁分，开起分价，这无意思，本来就无意思啊，你也想。其他政府呢？对家有结婚的人哦，无公平，无公平，无公平。啊，其他政府做这个代志，是还是完全。啊，政府就拢在做这个代志啊，政府嘛是嘛是替因遐公务人员，替因遐这个民意代表讲，为着要防止因贪污，同我干的薪水先管啦。都拢我，啊，你规规系统规个帮做婚啊。啊，你若有在招，政府有在招，你就规帮做婚，我台湾人。买婚真正无当去买，无啦，你就家己做毒品好啊，啊，你就冲杀啦，安尼，哦，你白做袂，啊，你照料，都无在雕，哦，我来袂使为着安尼买人起价，本来就是，你若成本悬，讲做袂好，哦，哎，无会讲，咱无会讲，哦，我这部结婚的我是同意啊，对啦，叫做成本悬啊，成本都分超拢起价啊，啥物种种，啊，政府咧做都不是人谈，啊，价格嘛，这个逻辑啊，这个逻辑就未通啦，都怪怪啦，啊，那为着讲买结婚。敢起价，你家己买。啊，较早，各级公务人员、民意代表，迄个加薪水、新薪水，嘛是为着要防因贪污啊。讲等下，即个公务人员，即个民意，系啊，即个公务人员、含民意代表，互因的薪水，你较侪，因就较袂去贪污啊。好，因我咧贪，我来去贪嘛，就我咧贪。你啊，托孙我们出战，我未贪啊，对不对啊？来来啦，这个分我讲我听啦，这咱工作在家无压力，无啥物，无啥想要讲。报应原来都有结婚的话者，当然咱报应大啦。你对两个都知啊？系啊，刚刚结婚话者啊，各倒一个报应员会像咱安尼对这个婚嫁甲结婚的方法提出批判，无我听甲你讲无。我怎么拿你？我等你看的，我再来看。对啊，所以不是安尼嘛，所以我意思就是讲，啊，你结婚你家己未用爱嘛，对，未团结嘛，无怪你把人当作出来。哎，我不结婚，我不结婚是不结婚，我能听你讲话呢？讲掉，不要讲掉，哎，你真大哥，你这不得了，你这以后那是百万。我不结婚，我未结婚。我不结婚，我未结。你这八岁，你哦。阿夫在吃个阿先个吃个蛋，幼年食阿不阿蛋。阿我头先做位，我把拢冇咧结婚咧。唔是，我冇咧吃，我弄死。我死掉了，还要吃都好了。哈哈哈哈哈哈！来来来，同志们，咱听众们听其他节目听话嘛，多一个对员咧讲这个物件。对不对？大家嘛拢对住老司机，因为边啊做老仔啊，啊唔敢讲这啦。是不是？哎呀，你为恁家己结婚结迄就行嘞。啊呀，对啊，听到董事基金会讲咩安那，恁就安那。是点么骨气都无啦？啊，算你要创啥潲？哦，对不对？算你太真是要用拿，要用错嘞。要用糟蹋嘞！啊，算你咧糟蹋家己啊！我你就算你要创啥话啊？对不对？哦，所以我们要讲婚嫁啦，唔讲咩这世人都无可能登票对个啦。可你我阿叔不可能结婚嘞。啊，系啦，唔讲我就唔登嘛。你若讲婚嫁唔办？唔乐，即世人无可能食温好，哎，我就使。无啦，安尼咱就是对这个独裁专制干头咯。咱就是袂使，咱民进党，咱党话较早前辈讲，我对独裁专制一定要拼命抵抗嘛。哦。啊，我因为伊起价就拖来解分，啊，我就等于都干头落啊。我唔知个，你浦江咩？丰年，啊，在徛东乡个。是。哎，好啦。讲懵讲不好啊！讲一下笑话啦，本来就笑笑讲的，不过讲。讲笑笑，他认定咩落捧啊？那本来讲着政治，就几百块不如讲我安尼，卡连笑话连连，对不对？连笑话连笑话。好嘞，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什么东西？感觉我声怪怪的呢。没啊，正常呢。我感觉我讲话像怪怪的。你干嘛笑一段？我实在，我不能笑歌啦。阿姐，你为何笑歌？好好来，那那进广告啦吼，阿姐你，咋个得？你个可爱啊！来来来，好来好来，阿姐。
0800-0005-6668，这个是咱全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接下来要来甲咱听众朋友做介绍推荐，这是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油厂所来制作而成。而且啊，伫咧制作过程当中是经过吼啊，咱高科技来做萃取吼。这个高科技就是专门啊，利用这个螯合技术配合 PICS 这个高科技的萃取。这是咱拜尔博士伊所研究出来的一种专利的螯合技术。这超临界萃取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当然这嘛是经过吼啊日本啊韩国包括美国加拿大这个眼科医师啊所来认定，目前就是吼拯救视力危机的名药。当然咱内底的成分有真多，伊有红红素、玉米红素，包括花青素、小米草，包括吼、决明子、稀油等等等等，真侪行的物件。这所有的物件，如果你若无来利用专利的熬合技术来甲做萃取了，会坏就对了啦。当然，咱的成分会大大的减少。简单讲就是讲，你无这项技术来甲做萃取这的配方，你所吼。得到的这个效果未当真济，啊，所以咱啊尾巴啊，咱尾巴药厂吼，啊，咱拜尔博士用这个专利的螯合技术来研究这些物件，这是目前上盖新、上盖安全，而且是上盖有效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平常时啊，你都感觉讲有视力的减退、白内障、老花眼、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老白油、白网症、大眼睛等等，甚至你本来都已经是近视，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你拢会当来个挖去。来个挖课吼，啊，当然，咱平常时如果你若是讲吼，啊，时常咧用电脑啦、耍手机啊、来看电视的朋友，包括你的工作是需要去进这个小小的物件，大家拢爱看，你目睭一定会比较吼，较容易损害到。啊，是讲吼，啊，咱啊，长期间吼，就好咧走外部，不管你敲多摆，啊，是讲你是开车的朋友，有可能你会挂一支乌林的目镜来保护你的目睭，这真好。但是如果你长期间咱咧落来，对咱的目睭的伤害嘛是真大。你拢有可能吼，会提早比人吼早一工就着白内障，吼白内障。啊，当然，如果若是讲有遮个镜头，一朋友包括吼你的头脑、你的视野吼，是咧看遐物件的人，你会当来吼，我可能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咱圣山公司金立明第二代吼，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药厂吼所来制作而成啦吼。来，接下来另外要来给咱推荐介绍吼，这是咱的圣山软骨素。咱圣山软骨素里面有真侪成分吼，真侪成分拢是日本吼专利啊的成品的物件。啊，这软骨素里面伊有日本的专利，就是软骨胶原，包括日本专利乙酰葡萄糖胺。这个乙酰葡萄糖胺，伊最主要是咧吼修复咱受损去的软骨。硬骨，包括咧制作吼，咱关节吼凹翘，不管是啊，这个手的部分，也是讲脚的部分，这个凹翘关节这个所在吼，制作以骨长骨长，和咱这个凹翘的过程当中会当润骨，吼会当润骨，那像像咧沾机油迄一般，安尼咱就较袂去伤害到咱软骨，啊较袂去伤害到咱的硬骨，啊如果咱这个啊关节这个所在，如果曾经若有去受伤过的话，有可能你这只骨长骨长，而且功能会减退，啊这个功能如果若是减退的话，你吼啊分泌出来骨长骨长，伤过头少，还是根本你无在调，人去分泌骨长啊。你当来个挖去吼，咱圣山的软骨素，日本专利乙酰葡萄糖胺专门咧做着骨长骨长。如果若无只骨长骨长来甲咱软骨的话，咱的手翘、咱的脚翘、咱的关节的每一个所在，真容易会去损害掉。简单讲就是吼，你打碎咧磨吼，你迄个软骨咧去磨害去，啊磨害去就刷咧去，你就磨着顶骨，就是开始关节咧疼痛的时阵。圣山软骨素内底一个有连德糖小分子加原两百，包括维生素 C， 一个咱个美国 NEC 两百分解加素，一个有爱尔兰有机海藻钙。
这个爱有蓝有机海藻钙吼，这是补充着咱人类骨头当中的钙吼，上加有效的物件之一。当然有真侪啊，迄、那个产品啊，伊拢强调讲哇，伊的这个产品内面会当补充钙啊，补充什么钙？当然迄是吼，因啊因的认为，但是咱直接要甲听众朋友要来甲恁介绍。目前补充钙上钙有效的物件，就是咱的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物件。所以这个物件就是咱这能够所来的主要成分了，对。所以有些话跟台中朋友，有人讲介绍我非常清楚了，对吼，非常详细了吼。初分啊，什么种种拢跟恁讲啊，非常详细。能骨素，加是店面这边的第二代了，对。所以啊，个人脑部肌肉轻，就会因吼未使回脑壳。灰啦，脑壳对啦，像咱一条狗啊啦，你赶快就对。脑壳也塌，开始惊人杂七就对啦，有诶物件就也开始塌。一条狗啊就未通，未通就归臭哦。做上去话，咱会更赶快意思了对。那要塌掉就对啦，吼、哦，有关系啊，咱走未赴啊。别闹哩，看别安那得，别心中看别安那得，后尾就灰未通，别卡未通哦，你把它澄清啊呢。做上去话，真恐怖。虚弱性改加哈，补充钙，帮助病人钙合三病的点哈啊，帮你出问题能怎样哈？讲补充钙，非常少。日本韩国今年销售5000万辆，台湾国独独电台改咱的责任了，米巴集团受关火难者安尼样样哈。所以主要在三病以外，能用许多山这三病来做搭配做使用。有啲冇不了解，怕点冇做详细说明。空白空空空五百。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哦，来接下来咱来邀请很多朋友呢，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哈、哦。这是咱几位女性朋友点播哈、哦，听众朋友点播蔡一红冰点。
好嘞，感谢啊，啊，咱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会专线啊，0800-0500-6688。电话在下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用的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哈。好来，感谢啊！啊，咱阿边时间呢，咱就来开放可以的电话啦哈。听众朋友，意见要表达，啊，是有什么新闻技术要来甲咱做补充呢？啊，咱电话拢欢迎甲沟通哈。啊，咱的电话这是269。九四五六二六九九四五六，带来要电话，我拨他，比如老尾卡，很麻烦，加一个空七六五号，好来，你好，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哎，你好，哎，对，阿仙，好，来来来，你好，你好，你好，哎，我本来签到哈，哎，不敢，我小胆准备挂掉哈，哎，什么事耶哈，还是源头位倒来，什么？你讲啊，什么？哦。你讲啥？什么病？什么死咯？你讲几万只呀？哦，你也是死啊！哦，好好好，好。你什么好了啊？哦，好好，那对我过来啦。哦，好好好，感谢感谢，再给你报告啊！好来，喂，阿兄张大哥，你好，你好。姚林，我听讲这会较歹势，有较超过迄个，安尼当想象的啦。嗯嗯。最近有一本册叫做《热兰遮城之泪》。眼泪泪啦，迄种真正代志，迄个传教士伫380当前哦，咧讲安台南即搭家的生活啦。即阵吼，安台湾拢，因为安台南家是拢迄个希腊，希腊啥物货，啥物希腊呀，希腊呀，希腊呀厝，啊厝拢拖卡厝，所以因咧小姐那咧洗身躯，无可能住拖卡厝的内底洗，迄洗咧容易嘛，拢伫外口咧洗。刚拢爱洗两届，因为因咧原住民，迄阵的医药较无遮好吼，根本你都你若无洗两届吼，根本传染病钓着就跳伊啊啦。啊，希腊也系查甫人有遐经过，无拢无人会用起来看，因为迄个足自然的代志。这个足细项啊，大项讲因因暗咧祭奠的时候，大家食酒食甲醉茫茫，希望明年风调雨顺，希望明年传宗接代会当足大嘅收获吼。男男女女拢无熟悉哦，真正包括什么表妹堂哥，大家拢混嘞，真正混就念那个混嘞。遐传教士看起来有够惊，我拢无后白讲，那是350当前一个传教士加热兰遮城之类安尼哦。啊，他咧讲迄利息贵，利息哦。别来听哦，350当前，按台湾有1500只的鹿啊哦。迄希腊也要用钱，根本都拢写袂，拢写袂得。因为一个方法，再分两组，一组为只赶过迄边，一组为遐赶过迄边，一直赶赶到因完全有够忝，有够忝，落来到丛林内底吼，迄阵用钱来断就拢断去啦。迄嘛是因咧希腊也咧掠落来方式，根本是。好，谢谢哦。来，你好，你好，来，你好，嘿。喂，你好，你好，我要挂掉我啦。嘿嘿嘿，三位主持人，你咧讲，恁下仔咧讲，迄李烈士诶吼，烈士，你是毋是规只讲钱零零诶？对对对，阿毛加币加币啊咧，嘿，你是惊你要去遐念念掉恁？徛爱念出口有啊咧？哦，恁大队啊？阮内底一个锁，迄个吼伊拄啊伫遐咧用伊个迄个规矩迄啦，啊你大队对？看到一只讲偌长咧，啊钱零零，我讲对。讲像钱只钱，我啊你也无甲掠个，安尼还讲伊个惊。你是这样吼，即马计得4500，7800。啊你加讲买生猪多伊啊？啊你是倒位？恁住是倒位？只东港啊，东港哦。屏东哦。我真卡嘞，我唔捌看遐呢。那是只不来吧？我吼，我只捌看到一个掠去啦。哈哈哈！也的哥，也的哥也讲个问题。卡卡都未。哈哈哈！哦哦。你咧讲迄摆真实诶，即个阮家哦，一个带印尼个哦，伊咧讲讲伊信做做囡仔伫存的是做囡仔是因老爸拢许呢。你还咧食？爱鸟猫食呢，拢。哦哦，鸟猫。哦，闽南鸭、闽南鸭遐真正啥物拢会食起。闽南鸭公仔青的，是是。好，啊，感恩哦，谢谢哦，好，多谢啊，你好，你好，张大哥，大哥你好，阿仙啊，大哥，姚俊啊，你好你好，阿林三位好，好是，张大哥，喂，你的母亲千万。
真正会使，叫做一级棒呢。哦，一级棒哦，哎，谢谢啦，谢谢。阿姐嘛，哎，阿姨呢？拜一叫你完成起来哦。哎，阿家你会拍摄哦。拜一，哪哪什么代志啊？啊，你别急啦，啊，别急啦，哎呀，我你这个帅呀，我叫你完成起来。哦，你讲这个什么酒店咩啦？哦，酒店咩啦？哎，你靠，是不是？哎，蛮劲啦。嗯，你的讲话万代代哦。我想要怀疑啊，笑你。啊，现在都想要证明啊，你咧，你才证明的吧？我好，我根本都没看。啊，小鱼啦，耶。有关了油啊，王叔就能微微修剪啦，修剪修剪。啊，我给你说说起来。没啦，没啦。啊，我搁在你讲起来哦。不，那个过头我跟你讲吼，因为最近吼，阮有一挂那种一挂那个。迄个甲公司买产品的朋友吼，啊点做一寡，啊感觉伫后壁咱在吃吼，啊所以按一个过一段时间啦，过一段时间，啊再来点啦吼，好，感谢啊，因为咱有一寡买产品的朋友吼，啊伊拢有点嘛，啊即马变成讲咱若个开放点歌类吼，后壁拢一直塌塌掉，啊咱对咱歹势，啊所以咱按一段时间，咱互遐寡套利益的吼，套利益，好，出来你好，喂，你好。我是农民，上家的系列，啥啊？系列系，绿列系啦，绿列系，系列系。啊，那个地心公园某叫做董事，董事基金会哦。地心公园老母叫董，董事啊，人家叫董事，肯定是董，不要董事啦，是不同啦。哦，啊，董事最怕吸烟者嘛，哦，啊，男人最怕。仙人跳啊，女人最怕喝饮料嘛，啊，喝酒最怕被检尸啊，哦，嗯，啊，早上起来还要付房，付房房间钱哦，啊，你有够衰，啊，拜拜，好，谢谢，我来你好，你好，哇，谢谢，我来你好，来你好，啊，三百公里，哎，这个利息贵些的吼，我利息啊，家属。伊那是外来种的，可能是有人宠物就直接怎放？对啦，就是当然是种宠物啦。你看到福寿咧，就是安尼怎咧台湾怎咧迄个，我是感觉讲这个要甲治吼，应该是甲用化安怎的煮法啊，大家是。对啦。人啊爱食，所以物件就咱食较了。你起码有三百五百，变讲有诶掠三百，转来饲饲啊，卡只变五百。对啦。中国人吼。咱讲实在吼，中国人全世界上大的优点就是贪啦。嗯。哦，因为我讲这个事实咧，中国大家是拢会贪，但是中国人特别贪。你看明朝啊，要拜五山对清朝，要拜阮世界，我若看歹就紧跳走，含即卖国民党诶，甲民进党有啥物无共，对无？嗯。碰到朝诶，迄个。啊！你甲讲台湾啊，较有经济，拢靠刘阿有荷兰的系统。嗯。一个地震讲来台湾，当时赶走荷兰人吼，对台湾的未来，你当时来讲，咱即卖看会出来，实在是唔少。因为荷兰人，迄个思想较惊人啦，啊，中国人迄吼。他无遐真正牌的人嘛，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哈，我同乡啊，啊，对，谢谢，拍者，来好，拍者，我再来讲啊，那是绿列西哦，不是绿西龟，绿西龟是保育类的哦，那是咱那在讲的绿列西啊，还有情况过来。我拄好有看到一个新闻吼，五工前的新闻呐，就是台南市的市议员吼，迄个说李宗霖嘛，吼，哎，陈宗霖呐，李宗霖，李宗霖啦，李宗霖嘛，吼，伊咧即阵的时阵讲，咱台南市掠这个李烈西的这个奖金啊，有剩吼，拢开了啊啦。开了啊吼，啊，而且呢，我都甲看了，我看。俩你咧死病人都爱申请的团体开赛去咧，一般人未使咧啊，系啊，唔是咱现在人咧比较，无一定爱因温存的团体，哦，啊，这个做啥呢？啊，怎么无？